秀林的风吹风来到最顶灯色，这是北港当用社区上的些美话。无讲你也无相信，这风吹是来自一位已经80岁、下骨无方便的李明，用废弃塑胶纸制作的。我著较早囡仔囡仔时代读日本册。哎，当阵上课有教吼？哎有。啊，哪会教这個？会啊，这叫做科萨古啊。日本人讲科萨古就是裸足啊，倒想用啦。啊，是讲踮遮乌白变啊，懵变。啊，爱提种材料啦，提种爱粘的啦，耐打啦。啊，我捡，还在捡一寡跩，人种落啊，食无了，怪怪啦，啥物的拢有。现在北港当用历史给拢看到王清格制作五彩风吹，风吹美丽灯饰模样，也予路过民众感觉心情特别放松。废物利用的好唔？我觉得做这个很不错啊，可以发展社区特色。对啊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许可以请他来教小朋友怎么做这样子。真水啊，嘿，啊，真水啊，真好写啊，啊，搁会等哦。嗯，这一两百哟，我们早孙阿妈提过哟，啊，说价也袂歹啊。我嘛有当啦，切骨垃圾，唔当用自家写写装装嘞。王清格制作风吹宁静的心情，让人看见老大人可爱一面。其实王清格除了制作风吹以外，帮社区美化，多年前因为脚趾受伤开刀20多次，造成脚骨不方便，都常常在厝内边回帮厝边隔壁修理电器。兴趣电电路啦，啊，我都我白修理，爱修理用用，啊，不用的嘛，有的修理不用的。当然，看你那个按摩机，嗨，伊嘛是家伊那个家己弄起来好修理。伊逐项就会啦，伊也下伊嘛要补呢，无这是落底，你看伊嘛搁补安尼好安尼。双脚无方便，王清格甲爱修理电器的兴趣变成下大家结缘的方式。现在更加发挥双脚能力，制作风吹美的社区，也特别用五彩来呈现，为伊乐观面对生活、家庭美的风采。记者李嘉山，差不多。